现在是队长离我最近嘛，我就你们要背过身去，不能看。然后呢，我告诉队长一个词，队长呢要通过表情跟动作传达给下面一个人。轮到谁的时候，谁才能转身看，一直传到最后一个人，看最后一个人是否能通过一个传达下来，能猜出我给队长的是什么词。那秀明跟从我这边开始的，先从队长这边开始。队长，对，一会儿再换过来。要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完成一个动作。嗯，对，不许偷看，依然是。没有的。好，相信我。来，我现在给队长词哦。哎哎哎，我只他怎么总想走后门啊？对不起。就通看你的演技啦。啊，嗯，啊，不能说话吧？不能说话。啊，看不懂可以要求他多演几遍啊。我不啊，等一下。OK。怎么连魔法都出来了？我都看。队长表示很无语。哦，对不起，对不起。太难猜了。是四个字的字哦。四个字。成语还是什么？成语。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给他演一遍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太可惜了。嗯，这让我怎么猜？同母的啊，这是曹家聪，这个是曹家聪，这是从哪个环节又开始完全走？这是哪种类型的？就是一个成语，成语一个词，关于什么的成语？四个字。嗯，关于人的一种情绪的词。情绪？那个是这样，因为刚刚他传达给我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词汇，一个单词而已，不知道是成语。嗯、啊，那不算。啊，那你可以再传一遍。啊，好，再看一遍好吧？我真的不知道是。直接传给涛吧，直接传给涛吧。不是，我在想看一下做的，因为我刚才不知道是成语，对，嗯、所以。那涛不能看，涛不能看，涛你先别看。你们可以看了哦，你们无理无理的话的无理的，咱们我觉得队长演的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岂敢，不能说话。绝对不对。好，可以了。可以吗？嗯，来吧，看你了。啊、更难猜了。哇，对啊，啊，这个是左手。这是左右对吧？对吧？哪有左右为难？哇哦，猜对了，正解！哦、这样也可以，没有演有问题吧？谢谢谢谢。队长真表演挺，刚刚是从谁那儿开始断掉跑，变成魔法？从我这儿，对我这儿以为是魔术，我以为他队长在变魔术，变魔术，魔术对。我现在第二次开始，太不容易了，对，很不容易。那
我们现在从涛开始传好不好？好的，好。不能说话了、啊。不行。好，等我回去坐下，开始想一会儿。可以了吗？马上。玉娘，你说话了、哦。别笑，别笑。我现在要进入。哦，不太，不会。掏快点，没必死过。不能说话。我想让前面几位看到。我对不起你们。你们看不到。我对不起你们。别笑，我对不起你们。嗯，哇，好爱耶。这个也是四个字哦。飘上飘。好急死了。表情表情。等到队长来了。你这是干嘛你、啊、气沉丹田。队长那是颗心脏疼。我爱你。飞吻成语吗？对，不算成语，四个字。表情表情啊。刚跑完1500。信息太多了，对不起你了。没有，人家涛很入戏的。你知道什么？我不是太清楚。我那个不是太清楚。就是你们看表情才行，你不看表情。要不你再做一次给我们看一遍。好，给次机会。一样的，我不能看，还是你看吧，直接看吧。你先看还是看？你们谁？都看，都、就都看你们演一次。哦，轻轻敲，很，然后这四个字吧，后面两个是叠字，我对对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什么？后面两个字是一样的。嗯。是憋在心里的一种情绪。对。啊，含情脉脉。含情脉脉。冰、啊、哥。答对，鼓掌。我怎么觉得你好痛苦啊？不像含情啊。对吧？哭了很惨。但是我不要，我有个问题哈。嗯，这个动作是从哪儿？我谁啊？我没有，我没做这个。这是从哪儿？一个警察出事。嗯。擦了汗，拿了，他都没洗。给点小路。你得把这个点给我抹了。你用一用一把不脏的。哦。那你们自己说，通过这两个，谁最误导大家？从谁那儿就完全变了样子？对不起，互相推，可以吗？是我吧？啊，就是你那个。但是你传过来的时候是有这个动作对吧？这个应该不算，这应该是秀敏。这个应该秀敏传错的。我这个左右为难变成魔法，就是太好了。对对对。啊，那还是秀敏啊。那一人一票吧，也是。对，千灵壳吧。那我说第二轮呢？就含情脉脉是谁开始？哦，含情脉脉是谁开始？是长根依旧无电能多个蒙特斯。
누가이거이거이거부터달랐어요又是秀敏秀敏나이거안했어 아누가이거했어나이거했어어나지금小鹿얘가아我错小鹿啊那小鹿就要接受惩罚惩罚呢就是罚他说真心话真心话那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来问就问一个你最想知道的关于他的问题我商量一下吧对好那你说呢？靠，会让两个韩国成员哦，对，两个韩国成员来来选择，想一下，둘이가싱가루안이요루안자체가솔직하고착해서말그냥말하면다말해줘가지고비밀같은게비밀같은게별로없어요你就放过他了，那选个第二个误导大家的吧，既然。好吧我知道了你们六个人之间是如此的坦诚一点秘密都没有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有说有什么事情的话对、因为大家都特别互相关心嘛好听说那个公司为那个鹿晗跟涛准备了生日会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们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感觉如何、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生日其实实际上是我在人生以来真的过的是最重盛大的一个生日 party 了对然后就是很开心跟大家能在一起过这个生日然后再就是大家给了我很多的祝福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就是对我的这份心意对是因为什么让你觉得是最盛大的一个十二个人在一起十二个人全在场然后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当 K 的成员抱着蛋糕上来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跟不知道就跟碎了一样好伤就是很伤很就无法用语言形容无法用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个那鹿晗呢挺感动的挺感谢因为第一次跟那个K 他们一块儿过这个十二人一块儿过生日还有跟那个你们一块儿过生日嘛也很感动那泪当时是哭成泪人了吧肯定啊不说错了涛对那你有没有跟他抱头痛哭哦我没有哭啊你比较坚强坚强那涛是个比较感性的人对那很多有梦想的年轻人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实现梦想那你们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梦想我想跟你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家人的支持是都密不可分的每个人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就是你自己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发生过什么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就是可能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去公司训练的时间可能是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四年的时间所以那个过程中可能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有一年是在过年的时候就是特别想家但是因为公司训练的原因就不能那个时候不能回家所以那一次可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比较迷茫嘛可能那个阶段不过这都已经坚持过来了然后没什么那你们平常想家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怎么熬过去的就想家又不能回家但心里特别难受会有什么自己排解的方式吗都听音乐听以前在家那时候听的音乐啊那是不是边听你的话是不是又边听边哭听一宿哭一宿没那么你们想家哭的时候会自己偷着哭吗还是也很坦诚也不怕别人看到六个人之间因为都是男孩子嘛有泪不轻弹但是到了想家的那个时候控制不住是大家堆在一起哭那倒不会不会可能比如说像我的话可能就有时候可能打电话给家人的时候给然后可能打电话的时候就可能流那么几个眼泪这样也不会说大哭不会说哇就是不行了我要回家之类的不会就是说可能
心里面有时候就自己忍不住会掉眼泪。嗯，不愧是队长，比较淡定，很能 hold 得住。那累呢？我呢，一般来说我就能够尽量控制不在就是大家面前哭，我就一般都不在大家面前哭，一般都是自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自己一个人流眼泪。但是呢，我在10月7号那个2011年的10月7号那次生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我特别好，给我端上蛋糕、好吃的东西。那天我是真是忍不住了，因为在韩国来这么久，那次生日是最盛大的一次，可以说真的，大家都在，然后还有我们的经纪人哥哥，还有给我发信息的姐姐，哦，然后还有收到我妈妈给我的发的信息，那天哦，真的有点控制不了了，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自己一个人哭，对。嗯，就平常你在生活中还是充当一个比较搞笑的角色是吗？就是是大家中间的活宝之类的人物。我一般不搞笑，对，但是可能说话的时候可能有点幽默感吧，所以大家挺喜欢。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好玩搞笑？对啊，我觉得我搞笑不知不觉给大家带来了乐趣。嗯，可能是吧。对，就是自然流露啊，这才是真正的幽默最高境界。谢谢。那鹿晗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有什么很深刻的事情吗？嗯，就是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压力大的时候，可能那会儿最难受的，因为压力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发泄。嗯，那个时候是最难掌控的。那你最后还是怎么发泄了呢？睡一觉？要是我的话，一般都是要不然睡觉，要不然就是运动。哦，你喜欢什么运动？踢球啊。啊。用运动来发泄一下压力，好方法。大家都学习一下。那秀明。어저는가수라는직업을선택한후로데뷔를하고나서일단약간모든게다인상깊어요왜냐면제가메이크업도하고헤어머리도예쁘게만지고옷도멋있는옷입고솔직히제가이길을선택안했으면이렇게멋있는옷도입을수도없고메이크업도안하고머리도멋있게못하고그매순간이되게인상깊어요데뷔하고나서무대에올라가서제가누구앞에가서노래를부르고춤을추겠어요나됐나저는이엑소에란팀에들어왔을때가가장인상깊었던것같아요왜냐면제가엑소란팀에들어왔다고부모님께소식을전했을때그렇게기쁘게웃어주신적이없었던것같아요가장부모님을가장기쁘게해드렸던순간이었고 그때가제인생에아마도가장인상깊었던때가아니었나그렇습니다 네你看鹿晗好认同，一直在点头。最后是涛。哦，我印象最深刻其实也是当我进入这个公司的那一瞬间。嗯。对，我真的很感谢公司给我这个出道机会，和让我在这个公司练习的这段期间，让我认识了是一个很好的队友。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放下了很多的东西，才能走到，就是说走到一起，然后一起出道。这样，我觉得此时应该想音乐，大家开始上纸巾啊！哎，不要那么伤感，行不行？变成公司感谢会了，不过确实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就看到你们觉得哇，你们是个好有爱的组合，这么的团结，这么的和谐，那就大家都现在年龄挺小的，就这个年龄应该是打打闹闹的年龄，你们平常玩到一块儿去吗？就是喜欢玩些什么呢？有一起运动，运动打球踢球。会玩游戏之类的吗？啊，应该是游戏最主要的吧。其实现在出道之后没什么太多时间了，说想玩也玩不了。对，以前的话我们，没事时候玩。对，一般我们把出去游玩的时间，都交给我们经纪人哥哥，看怎么样给我们安排。对，嗯，
这样打球的话，平常训练就那么累了，还会去打球吗？啊，这个性质不一样，因为就像刚鹿晗说的，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的一个方式，而且运动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啊，几个人一起打球，然后比如说累了之后喝杯饮料什么的，非常开心。深深的感觉到你们真是年轻呢，像我这个老人家，就是如果工作一天下来，是绝对不会选择运动的。没有，你也可以。那你们当时初到韩国的时候，就是学韩语觉得难吗？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就是让自己很快的学习好韩语？嗯，我做个示范吧。比如说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我的野蛮女友特别流行，那个电影主题曲也很流行，然后我们就会唱，就觉得韩文版很好听，就会学。然后我先唱一句，不要笑话我，我就模仿一下。然后就지금한국노래하는프로듀어。嗯 ，I believe。孤单后的有几满一节路一表浪啊你给出啊，就一句啊。我是想重点是想跟你们说我是怎么背过的。嗯，我就很独特，它不是前面是 I believe， 这个是英语大家都知道，那个孤单后的有几满，我是给自己记的是裤裆腰带一起抹。你们就是会不会就像我这样，会有一些特别的办法让自己很快的学会呢？是听歌呀，还是看韩剧啊？但以前我们也有用过。对对，以前我们在那个就是可能是，对，因为我们俩上学，对，上学也上学馆，对，刚到韩国的时候，我们俩差不多同一时间去的公司，那时候刚开始学韩文的时候。对，可能因为是用我这种方法，有一些比较难的那些一些比较难的单词，就很难进脑子里的那些单词，可能就用中文先代替记忆。嗯，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吗？这个时间太久远了。对对，四年前。那个 SOK 跟 M 都去了美国的那个 SMT， 就跟公司的前辈同台演出，会不会有压力？队长，嗯，队长，一季，有压力，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也一直想要跟我们就是跟前辈们一起就同台可以演出一起表演，但是毕竟没有这个机会，这是第一次嘛。那第一次其实特别激动，也特别的紧张，第一次也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同台表演，觉得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能够再去到美国，去到 LA 这样去表演，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觉得去怀念的事情，很有意义的。那你的心理素质这还挺好的。我们上了舞台之后就不会想那些东西，就会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可能有压力那方面，可能说是下台以后吧。就会担心刚刚自己表现是否不够好啊。差不多。那这些前辈们平时会对你们有什么照顾或者忠告之类的吗？会啊，一般就说在我们在练习舞蹈的时候，可能前辈们在看，就说有时间过来看的话，会说告诉我们一些舞台上的技巧，比方说怎么样看镜头，然后怎么样把那个怎么样给眼神这样，对，会教我们一些这些。那你们公司真的是一个很整个公司的氛围都特别好。对，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集结后辈。对，啊，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你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了，玩得开心吗？好玩，开心，开心，挺好玩的。是不是有些人也就谁胆子最小也看出来了吧？啊，看出来了。谁就是做那种高危的游戏最不敢做呢？大家都多多少少都有做一些东西，对。啊，众望所归啊，鹿晗。啊，对。嗯，哎呦，不太，作为一名足球健将，怎么可以胆量如此之小？不太喜欢特别高的地方，就是觉得太危险了。嗯，那涛肯定就不害怕，从小练武术。哇，其实我是那种心理，我虽然很害怕，但是我非常想去做。啊，对，就追求一种刺激。对，很刺激，真的很刺激。啊，你看，咱们俩可能都是山东人。心理比较像，我也是那样。就我做完一个，我觉得打死我也不要做了，然后再去做另一个，下来又打死我也不要做。
就这个啊，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那我希望呢，SOM 都可以茁壮的成长。谢谢。每人送句祝福吧。希望 Chris 的皮肤越来越好。啊，我皮肤挺好的。皮肤不好吗？越护越好。再好的话就好。谢谢。我希望泪越来越搞笑。好，谢谢。我希望鹿晗越长越水灵。哦，谢谢。希望敏秀呢中文越说越棒。哦，秀明，不好意思，秀明中文越说越棒。谢谢。希望陈高音越飙越高。谢谢。那涛呢就是功夫越来越棒了，当然谢谢。好 fighting。 好，谢谢谢谢。我们集体，对，我们打招呼。好，来吧。好，谢谢谢谢啊。好，啊，对对对，五月五月，谢谢。想听不同的声音，想看新鲜的资讯，尽在爱风音乐。五月二万，大家好，我们是 XOM。